是我让那么多人都受到伤害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都是我。不是，不是的，灵儿，不是你，灵儿，灵儿，我们走很久了，先歇息一会儿吧。逍遥哥哥，你和月如先在这里歇息一下，我去四周看看。灵儿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为什么圣灵珠到我手里就没有反应了？我是不是找不到五灵珠了？灵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是我没用，我复活不了我娘，救不了十长老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南诏的百姓。灵儿，别想这么多，你现在需要冷静。是我连累了那么多人，是我害死了那么多人，是我让那么多人都受到伤害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都是我。不是，不是的，灵儿，不是你，灵儿。灵儿，灵儿，你不能这么想，也不该这么想。现在哭出来是不是好一点？谢谢你，逍遥哥哥。逍遥哥哥，我们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事，如果我再像从前那般软弱，怎么对得起那些因我而死的人？灵儿，你不该把所有事都怪罪到自己身上。可是他们的确因我而死。灵儿，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要再一个人默默承受。我能和你一起，一起共同面对任何事。可是白月那么难以战胜，我不知道将来还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，还会有多少人。那又如何？灵儿，不管拜月多强大，但我坚信邪永不压正。就算接下来要走刀山火海，我都会和你并肩向前。谢谢你，逍遥哥哥。